好，我们刚刚这个看到这里啊，有一些专有名词讲无常，当念无常智，不自警悟。什么叫无常？下面就分为三种无常。讲意气生灭、刹那生灭、大气生灭，都是无常。什么叫做意气生灭？就是一个众生从生到死这一气，这一生叫意气生灭。大气生灭是无始劫来，我们过去也不晓得有多少生，未来也是不晓得多少。大气生灭或长期生灭，刹那生灭是刹那，啊，叫刹那念念生灭，啊，这是无常的两个字的解释有很多种吧，啊，无常就变动不居嘛。我们说，哎呀，人生无常，啊，好。这个我们刚刚谈到什么不净苦无我，有个四念住、四念处或者四念住，这四种念的，比如说观身不净、观受是苦，对不对？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，这所谓的四念住，就四个常常要念，就是念之在之的啊，英文说 remember or keep in mind， 我们放在心里的。身体是不净的，不要执着，观身不净。观受，受就是我们的受想行识，这个受是苦。为什么观受是苦？我看好吃的就要贪吃，那等一下就落晒，或者把肚子吃坏，或者怎么样，受是苦啊。心是无常的。法是无我，五蕴假合。我们刚刚说了，七岁的我是我呢，七十岁的我是我呢，五十岁的我是我呢。啊，这个是一种无常观，观心无常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可是还有呢，我们刚刚说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。观法无我，可是也有说，啊，用一个观，这个观身无常，啊，观受无常，观法无常，这个四个都是无常，所以一个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那这个呢，也可以变观身不净用观身无常，观。生是苦，是无我，啊，是无常变灭的，所以有很多种观法，啊，所以这是在佛教里面有很多很啊，这个很火，就是说不拘一格的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世间。一者是三世的依报叫七世间，第二六道的正报是众生世间。所谓依报是环境，是国土是无情的，众生就是有情的，所以七世间是无情世间，众生世间是有情世间，有情是正报，无情是依报。这是一个，啊，一种看法。那么后面呢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啊，啊，这个世间三个世间有三种，三个世间，世就是隔别的意思，
间就是差别的意思，间差的意思啊。下面你看啊，五音世间，就是五，又叫五蕴世间。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，色就是指我们的身体，内色我们身体，外色就是山河大地，受就是我们的感受，五官的感受，想就是意识的想，行就是刹那生灭，造作或者刹那生灭，事就是认识主体啊，这五音世间，十界五音各有差别，十法界都不一样。那么这是五音世间，还有叫做众生世间呢，众生世间是五音所造成的，还有国土世间，就是山河大地啊来解释的。那还有一种解释啊，我们看这个啊，气世间、众生世间跟智正觉世间啊，这个气世间就是国土世间，就是山河大地，说是释迦如来所化教化之境，气就是容受的意思，容受众生，而众生所依止的山河大地，这叫气，气势。那么众生世间呢，就是指有情，前面讲过了，是释迦如来所化的鸡肋啊，一个是地点，好像说教室是地点，教室的人就是众生世间，教室就是气世间。还有一个叫做知正觉世间呢，据如来大智慧觉了世间出世间之法者，是释迦如来为教化一切众生种种差别之智身也。佛有十种智身啊，叫做佛十身。所以知正觉世间就是具有大智慧呢，他是一个觉悟的人。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我们众生世间的人是不觉悟的众生，佛是觉悟的众生。这样说，我们众生是不觉悟的众生，佛是觉悟的众生。反过来说，我们是不觉悟的佛，佛是觉悟的佛。那觉悟的这个佛呢，或者觉悟的众生来提醒教化我们不觉悟的众生，迷的佛，迷的众生，这就是智正觉世间。所以这个智正觉是《华严经》里面特别提了啊，《华严经》就是佛陀是在智正觉世间所开示，告诉我们世间众生世间的人了解华严的境界是怎么样。有很多我们没办法想象没办法知道的，那用这个三种世间啊，来我们众生只活在这个五音世间而不觉啊，用这个来解释啊。好，下面说修养的性格啊，有这个，各位再看啊，嗔恚，我们说贪嗔痴，下面讲了嗔，这个说，若有人结结知解，当至摄心，不令嗔恨，亦当护口，勿出恶言。若众慧行，则自防道，是功得力，忍之为德。十界苦行所不能及，能行忍者，乃可名为有力大人。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，如饮甘露者，不明入道智慧人也。所以者何？嗔恚之害，则破诸善法，坏好名闻，今世后世人不喜见，当知嗔心，甚于猛火。常当防护，无令得入，结功德贼，莫过嗔恚。
白衣受欲非行道人，无法自制，逞有可恕。出家行道无欲之人而怀逞悔，这不可也。譬如清冷云中霹雳起火，流所应也。那么有一句话说，华严讲一念嗔心几十百万障门开。我们读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讲说，割斯利王被割截肢体，把这个肢体一段一段割下来，哎，不久又长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无身法忍，如如不动，所以他不会受害。在修道过程里面，常常都会遇到很多逆境啊，所以他就说忍是义，持必俱忍，忍为持本，持忍二心，修法相通啊。上面有三种忍，下面有三种持。第一个忍叫做身忍，于人恭敬供养种种顺境，忍而不着；二于嗔骂打害种种逆境，忍而不嗔恼。就是一种是啊，受到别人的侮辱。讲到这里，我就想到《史记》里面呢、啊，各位也许听过了，韩信有一次受胯下之辱，听过没有？韩信啊，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不良少年看到了韩信啊，韩信带了一把剑，因为古时候人很多，男子带剑也常有的事情了、啊、韩信长得很高大，就碰了一个不良少年，就说哎，来来来，你不要看你长得那么高大哦，你带把剑哦，其实你是很孬种的，钟情雀耳啊、你能斗跟我斗，你不能斗你就从我胯下走过。这个时候史记里面记载啊，信韩信孰视之，孰视之就是仔细看，俯从胯下匍匐，一世皆孝信以为雀，都认为韩信是孬种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史记后来怎么叙述呢？后来韩信当大将，把这个不良少年把他找来了，找来以后没有杀他哦，没有杀他哦，就跟他讲了啊，说我当时哎，你来侮辱我，我没有跟你计较，还就是说比如他当大将，他把这一个不良少年给当了一个排长还是什么什么长，类似我们现在的，给他当个小官。哇，这是韩信很有忍耐。所以史记在此地呢就说孰视之，韩信就是想了说，我跟你去拼，那在血气之勇一个拼一个值得吗？所以韩信就孰视之啊，心里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矛盾呢、啊，但是他用理智克制了他的感情，孰视之，俯从胯下。所以在苏东坡有一篇叫做《留侯论》，留侯是谁？就是张良。张良也受过一次侮辱，什么时候呢？就是经过那个夷上，就有一个桥，有个夷上老人啊、哦，张良碰了那个，张良很年轻了，碰了一个夷上老人。夷上老人呢，看到张良来了，突然他穿了鞋子，把鞋子丢到那个头底下。哎，张良过来，他说：“哎，少年郎，少年人，你过来，那鞋子把我捡起来。”张良一看，哎，这什么人呐、啊？这没有礼貌。哦，你们倚老卖老，叫他把鞋子捡起来。张良 有点生气啊，想要
把这个老人家打一顿呢，想哇，他是老人家了，我是年轻人，好吧，就给他穿了，就哎进去把鞋子捡回来了。那老人家怎么样？把脚伸出来，把我穿好，这样就把他穿好了。结果这老人家站起来走了几步，回头孺子可教，三天以后在这边见面啊、哦，早上在这里见面。结果张良就跑去了，六点钟去，哎，老人家已经站在那边了。老人家心里很不高兴啊，你这个少年人跟我老人家约见面，你怎么可以迟到呢？还我老人家先来呀。三天以后再见。结果呢，这个张良就五点钟去了，一看老人家还在那，老人家就说：“哎，怎么今天又晚来？跟老人家约定，怎么可以迟到？再三天以后见面。”啊、哦，过了没有？哎，张良大概天还没亮，三点钟就到了。没有多久，老人家出现了，嗯，不错，就给他一个黄石兵法。以后可以当帝王之师，就给了张良这个东这几本这本这个法宝。张良就靠了这个东西能够辅助汉高祖平定天下。后来张良随赤松子游，这张良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啊，所以呢苏东坡讲了留侯论，留侯就是张良。古之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杰，披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坐，此不足勇也。古之有大勇者，猝然临之而不进，无故加之而不入，此其所加之者甚大而至甚远也。就是留侯论里面呢，各位可以查这个古文观止啊，他说古时候所谓豪杰之士，就像张良啊韩信这种人啊，必有超过别人的一种节操。一般人披夫见辱啊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哇、哦、看不顺眼两个就打起来了，这不叫勇。要像张良韩信这种人，猝然就突然发生一件事情，不惊不恐，无不加速，莫名其妙的从我这边爬过去，把靴子包给我，把我穿起来。夹持者甚大，而至甚远也。为什么说韩信熟视之？韩信一看，意思就是说，哎，这个史记很传神哦。韩信一看就说，他很有，就是说韩信这个人是很有自信，说我是个大将，跟你一个小兵跟你拼掉了，划不来呀、啊。我为什么要跟你拼？这就是忍啊，这就是这边讲的忍啊。啊、哦，所以你看，我们从世间法来说，这些豪杰之士都是能忍的，忍辱负重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那佛法是出世法，更不必说了。啊、哦。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忍辱的精神是不简单的啊、哦！我们说起来很简单，真的碰到那个不是那么简单，真的不简单。另外一种还有呢，就是说一种是逆境的人，还有一种是被人家恭敬供养啊。我很有学问，我是法师，我是会说法，我是有权有势，那别人对我当然很恭敬啦。但是这个时候不要执着，一个是顺逆境的人，顺境人更难哦。啊，顺境人，我记得我们刚刚谈到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的《竹仓随笔》里面就记载一件事情，莲池大师跟了好几个人去，跟的，就是。去参访，跟很多人去参访一位善知识，大家都定下来请善知识开示啊。善知识就说了啊，我们出家人
最重要的做到什么？不被名闻利养所迷惑。讲了一句话就下台了。这个三字是走了以后，旁边那些人就 complain 了。你说不要被名闻利养所迷惑，要你讲我不知道，我一样知道啊。这个什么了不起啊？你讲这话什么了不起？莲池大师就不是这样的，莲池大师就一生，他一生哦，一生自勉的就是说，不要被名闻利养所迷惑。这让我想起来白居易，各位都要白居易了。碰到有一位禅师啊，这个了科禅师啊，跟了科禅师说：“哎，何谓佛法大义？”了科禅师就说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”白居易说：“哼，这个要你说，我不知道什么叫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吗？”了科禅师说了一句话：“啊，这个三岁小孩都知道的。”了科禅师说：“三岁小孩说的得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”我想这个公案大家都听过。哎，莫干单呐、啊！不要以为说这个这么简单的话啊，你说不要被名闻利养所迷惑，这个还要你讲，我不知道吗？哎，你知道是为一回事，做到又是一回事。所以荀子有句话讲：“不闻不若闻，闻之不如见之，见之不如知之，知之不如行之。”你没有听过不如听过，听过不如看到，看到不如做到，知道不如做到，这是荀子所说的。哎，所以说佛法很多道理啊。我们刚说什么事已过，命运水卷如潮水，这我们每天早晚课都念，看起来也不没有什么感觉。哎，可是那个啊、哦，我们刚讲了这个。就什么，哎，有了这些善知识，这个他们读了就有感觉，啊，就像我们刚举的这个例子。好，慈州大师了啊。下面呢，第一个是僧人哦，僧人，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其他，就叫法忍于心法。惩会忧愁悲哀郁闷等烦恼忍而不止，于非心法寒热风雨饥渴衰老病死忍而不止。我记得明朝有一位有名的，明朝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家都知道，刘伯温大家都知道，还有一个叫做宋濂，比较人知道的少。那宋濂有一次他写了一个序，我记得他说他以前呢，去跟一个老师，我们佛法叫善知识，他跟那个老师去学，经过了怎么样？哇，风吹雨打，什么什么什么，经过好远的地方去拜那个老师，每天都常常这样子去，啊，那个老师还对他不假辞色，哎，可是呢，他的老师的学生里面只有他有成就。只有他有成就，宋濂，啊，就是寒热风雨饥渴衰老病死，这种能够，哎，坚持的。我刚刚举的是世间法，那不要说什么玄奘大师什么万里孤针啊，跑到印度去啊，或者很多这些什么法显啊，什么这些大师，那个都是很了不起的。非常了不起的，就是法忍观法而忍。《高僧传》里面这种人物太多，包括我们现代的像这个寻老和尚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非常了不起，啊，万里孤针这样。好，最后无生忍剃观诸法原生性空，安住于无生法里专注不动。讲到这边，我们都听过佛陀。舍身为虎，我想各位都听过这个故事。舍的身体
给老虎，老虎饿了是喂它吃。所以我记得以前学佛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佛教实在是迷信，没有什么好，这么舍身喂虎是干嘛呢？这很无聊哎，为什么老喂老虎？为什么把老虎打死？老虎是害虫。但是呢，我们当然说，佛陀舍身喂虎，因为他达到了无生法忍，这不是我们一般人做得到的。就是刚刚我们说，啊，割离王割截肢体这样子，他是达到了无生法忍哦。我记得这个《西游记》里面也有个故事啊，说有个人砍这个孙悟空的头，砍了一个又一个砍，哎，你砍掉一个，孙悟空头长出来，砍掉一个，砍到72个。孙悟空头还有72个，可是可能砍到73个就不行了。啊，代表孙悟空是有神通力了，大家都知道孙悟这个《西游记》受到佛教的影响很大了，啊，那么，哎，这就是说观空而忍，那又是一个境界，啊，这样，所以就是我们讲到忍啊，忏悔要三忍三慈，是这样。三慈是什么？身缘慈、法缘慈、无缘慈。慈就我们在儒家讲是仁爱了，它这个比仁爱还要更了不起的啊！他说什么？就是说，这个慈心视十方六道众生如父母兄弟，而常施与乐啊，这深忍。这个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就想到了这个那个历史记载，文王大家都晓得，文王、武王，周朝的文王看到了枯骨，就是骨头无主的枯骨，一个骨头在野外，没有人。文王就怎么说呢？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身当一个皇帝，连百姓的枯骨都会暴露在外面，暴露在外面，这个是我的责任。”他就很好的把这只枯骨把它埋葬起来。哎，所以后来就有人说：“文王择恩泽，择吉枯骨，择吉枯骨。”啊，这就是我们看世间的这个圣人呢，圣贤择吉枯骨，这样。夏禹呢，就是夏商周这个夏禹，有一次看到一些百姓这个犯罪了，啊，他就很惭愧，他就说，这个三代的这些圣者。百姓都以王之心为心，我的这些老百姓以其心为心，每个人都有一心，他们犯罪是我造成的，这过错在我啊。就是我们看说儒家所谓的圣贤，他们的存心是如此的啊。那这是我们讲佛家的存心呢，十方六道众生如父母兄弟而施以乐，哎，这个我们谈到说是一个伦理观。那我们想《礼记》里面有几句话说：“天下一家，中国一人。”他就说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张载有所谓的“民胞物语”的精神嘛，四海之内皆兄弟嘛，对不对？论语里面讲四海之内皆兄弟，这是我们儒家传统啊。而佛家传统是什么呢？佛家伦理观是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，这众生说不定是我过去的父母亲呢，这些众生将来都会成佛的，汝等皆当作佛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伦理思想如佛有的相通，当然佛家更彻底了啊。
所以这边讲生缘执，对治非理的称。法缘执是法空，达法空，破我相，转而持名众生，常时娱乐，就对于法而不执着。第三个是无缘持，佛心不住有为无为，不住三谛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，知诸缘不实，颠倒虚妄，故无所缘，而实名故能普缘一切众生，使护与乐之意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所谓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。我们华严经有这个净行品、凡行品，里面所谈的其实就是无缘慈的观念啊。无缘慈的观念就是有大悲心，众生跟我们是所以说我们谈到说，如佛家的伦理啊，就认为说众生跟佛的关系，为什么众生念念之间都要度众生呢？因为佛看到众生就等于他的子女，所谓楞严经讲如母育子，如子育母，是这个伦理关系。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当义工，当义工就说哎，我今天去做一些义工的事情啊，那么哎，我做义工是额外的，不是说当然也不领薪水，我是额外的了，但是额外我可以不做啊。可是佛门说度众生不是额外的哦，不是当义工哦，佛门度众生是你的天分，你就像说母亲把孩子养大，这是父母亲把孩子养大，这是你该做的，不是当义工额外事情啊。这是我们想谈这边就是佛家的伦理学，它是平等观，平等观的啊。好，我们就不一一讲，后面就谈到少欲知足。如等比丘当知多欲之人，多求利故，苦恼亦多；少欲之人，无求无欲，则无此欢。啊，所以我们记得，各位一定看过一首联语，叫做“人到无求品质高”，有没有？人到无求品质高啊！你比较没有像陶渊明，我没有什么可求的，你品格就高了嘛。我的欲望很多，这个也想要，那个也想要，什么都想要。都想如意，都想像我顺我的意，啊，每天就觉得很烦恼啊，压力又很重，哎呀，这个我也要，那个我也想，很多烦恼就来了，啊，所以说行欲少者，心得坦荡，无所有畏，处事有余，常无不足；有少欲者，则有涅槃，是名少欲。这跟道家的思想也是很类似的。下面就是说啊，知足，少欲跟知足是有关系的。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我们想说修身养性哦，这个跟修身养性也是有关系。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的欲望的时候，你少掉很多烦恼。对，我只要这个啊可以过就好啊，物质欲望没有什么，没有太大的什么，你烦恼少很多。所以他这边谈到啊，知足之人虽卧地上尤为安乐，不知足的人虽处天堂亦不称意啊。各位知道以前有的皇帝哇，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哦，满桌，他就觉得犹无下住处，就说哎呀，没有什么可吃的，你每天吃的山珍海味一大堆，几十盘，觉得没什么可吃的，这就是不知足啊。对，处在天堂他也觉得当了皇帝他还是不知足。不知足者虽富而贫，哎，这很有意思，知足的人虽贫而富。对，你不知足你说我很有钱，哎，有钱人我的财产，我的那个东西会计是以亿来算的，
我们不过是几十块、几百块，多一点、少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少负担嘛。你有几亿的出入，哇，你的负担也很重哎。你好像很有钱呢，其实你很贫穷哎。我虽然每天几十个，比如说我每天只用几十块钱，可是我赚是一两百啊。我虽然用几十块，我也觉得也够用啊，我还算富有的。你每次几亿，哇，那啊、比如说我只是两三亿，可是我想赚个十亿啊，我不满足哎。那你还是贫人，所以知足之人虽贫而富，不知足的人就为无欲所圈，就知足者之所怜悯是名知足。所以佛陀常说可怜悯者啊，就这样。下面就是远离愧劳，远离这些，我们就跳过去啊。有的大家看看就知道，就是我们其实这些的用，哎，你看这些东西其实理论不是很深，可是比如说文字不是很深，可是理有很多道理，我们可以一生一辈子享用的。不要看说啊这么简单的这些，可是一辈子可以享用啊。他说到很有意思，讲精进怎么说呢，比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啊，行者烁烁泄飞。这个鼠这个字，这个是拓音字，大家都知道，把它变成英文叫做 many times， 常常如此的时候就读第四声，常常烁烁泄飞，懈怠，譬如转火为热而息，虽易得火，火难可得。好像说以前是转不起火，转不起火就一半你就不转了，它那个火永远烧不起来。就像我们现在今天瓦斯炉上我来煮开水，我煮煮，哎，我哎煮了一半你拿开它不会开，你再放进去再煮一半又拿开，这样子弄它永远不开，你就一直放那里。为热而息，虽易得火，火难可得。你放久而久之它就会开。另外呢，你不要看小水长流则能穿石，这个小水滴虽然是很小哦，这个石头很尖哦，久这个石头都穿进去。所以我们以前传了有一个故事，就铁杵磨成旧花针呢、啊。据说就是李白把一个大的缸里面啊、哦、把那个水拿来写书法那作诗，久而久之那个缸那么大的水就铁杵磨成绣花针了、啊、铁杵是很粗的，磨成绣花针，那种精神就是精进的那一种功德啊，讲成功德如何如何。好，下面就是谈到禅定啊，心在定故能知世间生灭法相，是故汝等常当精进修习入定，若得定者心者不善，譬如洗水之家，善自提躺，行者一耳，为智慧水故修善修禅定，令不漏失，是名为定。讲到这边我就想到有一本书，杨定一教授写了有一本书就叫禅定，不禅定什么什么，就是两个字最大叫禅定啊、哦。他用我们现在什么阿法波、贝塔波、伽马波、Delta 波什么什么波，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用现代用科学的解释，就是说，这个禅定能够蓄积我们的能量。第一个、哦，它两个、哦，一个是开发我们无限的能量，第二个会开发我们内在的智慧。禅定就是这样子的，
而且它说明了禅定不一定说你信佛的人才禅，你看 Yoga 它有禅定啊，一般外道都有禅定，佛教也有禅定，华严经有常谈到三昧啊，这里面其实戒定慧它有很多的这个借着禅定能够开发智慧啊。好，下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智慧啊。那么这个智慧，比丘若有智慧则无贪着，常知行察，不定有时，是则我法中，于我法中能得解脱，若不尔者即非道人，又非白衣，无所名也。识智慧者则能度老病死海兼劳船也，亦是无明黑暗大明灯也，一切病之良药，乏烦恼树之利福也。是故汝等当以闻思修慧而自增益，若人有智慧之兆，虽无天眼而是明见人也，是名智慧。好，这边有了。我记得我的一位学佛的朋友叫做侯秋东教授，他在这个屏东啊，他呢是写了一个一本书，那本书里面就谈到一个说，今天让你选择有钱有势有名有学问有什么什么五六个，还有一个是智慧，请问你要选哪个啊？有人选权威，有人选权势，有人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智慧。我们现在要看到这一点呢，这是什么佛门的智慧哦。佛门的智慧，一般世间法的智慧是干什么呢？一间世间法只叫做世智变通，你很有学问，你只能解决世间的事情。我们人每一个人 everyone 四龙工商文理法商龙啊，文理法商一龙都有各种不同的院嘛，对不对？龙学院、法学院、医学院、商学院等等，哎，这些都是世间法的。你得到博士学位，不过是世间的博士学位啊。你是各种专家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每个人都面对的问题就是生老病死的问题，你不能解决。佛家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就这个问题，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，最重要的问题，但是大家最忽略的问题，也不晓得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而此地所讲说啊，度生老病死海兼劳船，这像很兼劳船度这个，才能到无明黑暗的大明灯啊，是一切病都是良药，这是最可贵的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禅宗啊，常常参禅，参一个东西叫什么？有一个话都叫做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什么叫做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？比如说我今生有我今生的父母，哎，前生也有前世的父母啊，在前生也有前世父母啊。父母未生前就是说你的父母一直到最早，就是说那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真心。父母未生之前，所有的父母累世累劫，父母未生前，生前父母生我就是生死的来源。所以禅宗参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并有，如果按照教理来讲的话，就是说你要明心见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从理上是这样说的。可是真正他的实修并不是要得到用
语言文字表达的那刚刚讲的明心见性这个名词，而是要你悟道，悟道是经过修正，就是说你不动生灭心的时候，生老病死的那个问题就无常的，这个这是一种无常哦，生老病死是个无常哦，父母生是无常所显现出来的哦，未生前就是不生不灭的本性哦，它是用修正的。我们佛教，我们华严讲小始中顿圆，这个顿教的特色是什么？离开语言文字瓷器本性，就是顿教思想。所以他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不是用学理去解释，他是有证悟的，所以那个才叫做智慧。所以我们佛门为什么不用智慧？以前的翻译，最还有的翻译叫做般若，对不对？当然般若心经啊，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啊。可是因为这种智慧世界没有，别人会把智慧跟般若混淆，所以有的地方就是般若就是尊重不凡，有的翻出来像这里就把翻出来，哦，智慧。所以佛门讲智慧是世间所没有的，他要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，那才叫做实智慧，能够度生老病死还啊，坚牢传的，那个才叫做智慧。所以他把它放在最后面啊，最后面，最后面结论就，所以我们刚刚讲了智慧哦，他智慧放在这个地方啊，所以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才说，哦，如人比丘若有智慧，则无贪着啊，如何如何，后面了啊。汝等比丘种种戏论，其心则乱，虽复出家犹未得脱，是故比丘当即舍离乱心戏论，若如欲得极尽乐者，唯当善灭戏论之患，是名不戏论。什么叫做戏论呢？佛家常讲不要变成戏论哦，我们现在讲这个，我们以前都有讲说玄学嘛，啊，大家都晓得，在宋明魏晋的时候有所谓的玄学。什么叫做玄学？哇，你讲的很玄哦，但那个玄没什么受用，只是话很玄而已，讲的很高，都是知识。那此地就是说，汝等比丘种种戏论，其心则乱，虽复出家犹未得脱。他为什么讲这个话？就是说前面所讲的这些东西，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来做理解，哇，你懂了一大堆，你不受用，那个都是戏论，都是玄学，没罗用，没有用的。所以他后面加上这一句啊，所以佛教最怕戏论，说哎呀，非空非有，非来非去，非怎么什么，很容易变成戏论呢。戏论就是说你的逻辑思考得很精密啊，但是你不受用啊，你就生老病死你也出不去啊，有什么用？那就是戏论了。所以佛法最要戒的就是不要变成戏论，有戏论的话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在最后毕竟功德加上这么几个字，为什么要加这个字啊？刚刚就这样解释了啊。对的，后面就是说，就是啊，劝刘东问呢，刘东问就是结尾了啊。汝等比丘于诸功德常当一心舍诸放逸啊，然后最后啊，就是勿令忘失，常当自勉，精进修之，无为空死，后之有悔。我如良医，知病说药，服与不服，非医救也。又如善导人善道，闻之不行，非导过也。
后面就特别叮咛喽，佛是良医，我给你开的很好的方子你不吃也是没用的，我善导导人善你不去做也是没用的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么后面啊，就是这个我们把它这边的看啊，流通断疑流通分，于此众中所作未半，见佛灭度，当有悲感。若有出入法者，闻佛所说，皆即得度。譬如夜见电光，即得见道。若所作一半，以度苦海者。但作十念，世尊灭度，亦何己哉？这里面就是特别要提出来，佛灭度之后，其实它是一个示现提醒啊，就是闻佛所说，你看到之后，你会起一种尊重的心理啊，好像我们常说敬庙七神，哎呀。这个庙就在我家隔壁啦，那什么了不起，那没什么啊，这个人就在我家隔壁没什么，佛陀永远都在没什么，哎，佛世尊度灭一何即哉，怎么那么快呢？你就想，我记得我一些朋友啊，以前的道友啊，后来怎么样呢，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说我这个道友一个朋友很虔诚的，就后来他生了一个反正一个癌症过世了，年龄跟我差不多了，就他过世以后，他有一批道友啊，一批都是连社的社友啊，这个同年龄层的，他们都有儿女嘛，都儿女都是差不多都是差不多都成年了，就开始成立一个什么一个读书会来研究佛法，就是说这些小孩，那我们看见都是小孩了，都二十几岁这样，在父母在的时候他不在意，哎，怎么长辈开始走了，他就开始说，哎，我们为什么不珍惜长辈教我们的东西呢，所以他们成立一个读书会，所以这个长辈走从某些讲是遗憾，从某些讲是非常好的鼓励 啊是这样的啊，所以呢这里面就是我们谈到说众生的根性就是如此的，众生的根性，所以佛教佛法很多就是我们众生的根性的弱点，所以这里面就是有这叫人心微微啊，那个弱点，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啊，如何如何好，我们说最后汝等比丘常当一心勤求出道，一切世间动不动法皆是败坏不安之相，汝等且知悟得富裕，时将欲过，我欲灭度，是我最后之所教诲。你看最后这句话的叮咛，为什么要走，就是这种一个精神在这个此地啊，在，所以这是说他就是说他老人家非常了解我们众生的个性，所以他才用佛遗教经这样的一个入灭涅槃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这个遗教经呢，我们就到这个地方，可以说一个复习前面的，一个把它后面全部 OK 啊，把这个遗教经做了一个总结啊，这个这样的修道的重点，这是这个遗教三经啊。那么现在人比较不太读了，但是我们刚刚读了以后，感觉这跟我们修行还是有密切关系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，可以说这部经倒是告一个段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同学，请立。向上三问讯，一问讯，二问讯，三问讯。李任课老师向后一问讯。谢谢老师。